今天瑞杰餐饮特别为大家隆重介绍一款蒸包炉，大家看一下的。咱们有一孔的和三孔的，万豪的蒸包炉，这个是全自动的节能的蒸包炉。看好我们的细节啊，这是第五代的一个数控式的电脑保护的燃气蒸炉啊，烧的是燃气，底下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火，可以看到火的。咱们翻一下的，这个是非常节能的，365天天天为您省钱，这就是我们万豪的一个口号。咱们看一下这底下的这个细节，这是风机啊，这边是插，那边插头接风机，然后这个是燃气的一个孔啊，这边是开关啊。咱们这个如我们有这个自动接水的一个系统，放管的开，它这个里面的水的话，水胆只能烧30分钟就要加水啊。当然了，我们是自动进水，不需要这样的我们用的是方管的水胆，里面的话你看咱们看一下的这个我们的方管啊，现在的话已经流行的都是用方管，以前的是波纹管，现在都是方管，方管一清洗一维修咱们做蒸包炉做蒸包炉其实有很多家，市面上有很多家蒸包炉，咱们在这边是专门做批发的，所以选择的蒸包炉，选择一款性价比，选择一款质量好的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蒸包炉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的这个单孔蒸包炉的直径是38厘米，这是单孔的。咱们看三孔的蒸包炉的直径是14厘米，13.几厘米，14厘米。仔细看一下细节图，万豪的蒸包炉在是国际 CE 认证，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品牌。当然使用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它使用说明书。电脑，它这是电脑保护燃气的一个蒸炉。蒸包炉已经发展了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。这咱们选择的这款蒸包炉呢，一直以来稳定性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是做批发，如果说产品的质量得不到稳定的话，这个就很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运作。咱们看一下的这个不锈钢都是全部不锈钢材料，而且这个不锈钢的厚度非常的厚，稳定也很稳定的。